弯盲弯，对，看不到对象的要慢，对。加速，两个会车很困难哦，对，好大，啊，换车道，对。管制的地方，你这样我警告一下，慢。前面的路很小哎。啊？前面的路很小。那，啊，你有走过？有，我上班以前也是走，有走这边。哦。还好啦。有看到车子掉水沟，右边吗？这边。还好，这边超小，我看到都有阴影。是吗？这是一台新车，整个整个轮胎掉到里面。这边刚刚这边就有一台撞车的啊。是。对呀，啊。恐怖！看到整个轮胎都整个车头都塞进去。那应该是新手吧？对，它是新车。抓不准。这边就有一台车撞毁的。有。对呀，啊，已经摆了好多天了，不来处理。这样会被人家拆零件的，知道吗？摆在这里有没有？好费，好像人家不要。嗯。好，看不到对象，你就要靠右走。嗯，对。走，嗯，对。你太靠左边了，万一有车这样冒出来，你躲不掉。要自动靠右，好，继续走，好，这里就比较宽了，好，加速。